10公斤、20公斤、20公斤、20公斤，有没有？来，有没有？有啊。他平常本来很大的，是不是？对。我告诉你哦，我曾经做一个小女孩，她的脸做成像范冰冰一样。哦，感谢主。鼻子塌的长出来，脸宽的消下去，完全是人做的，像范冰冰，像范冰冰。神没有不能做的事，只有你没有信心的事。他要射，他要射，他要射得很漂亮哦！你看，还在射，还在射，还在射，还在继续射啊、哦！还在继续射，继续射，继续射，往后走啊、哦！你看到没有？继续射，继续射。他这个腰，停龙自己去摸，你的腰身都出来了，腰身都出来了。来，牧师自己摸啊、哦！我可以下班了嘛？啊，很累的。你燃烧脂肪，我也燃烧脂肪，燃烧脂肪。23腰好了，可以可以，你有信心，天天他会一直持续的瘦，给你瘦3个月、6个月不止。他会一直瘦，会一直瘦，他因为圣灵在里面，因为已经命令他做这个举动了，指令了，所以圣灵记得他会做的，他会一直做下去。你 Hello， 你醒了没有啊？醒了。我告诉你们一个道，我告诉你。创世以前，创造天地海跟世界是谁创造的？耶和华。用什么创造？用口中的声音。对。到今天，神依然创造。听懂吗？懂。神依然创造，而且他会继续的创造新天新地新身体新灵新魂新。啊，反正都是新的，新酒新油 ，OK。你看他有没有送？有，有没有？有。好，不照了。好，不照了。平荣天。好。胖的来了。没有，一个来，一个来，好。一个来。来，往前走。来，谁要扶的？你可以吗？你不是也是要祷告吗？你要帮他扶着啊。他帮你照来，你去扶着他。他没有力气，来，妹，你帮他扶着。请问可以拿吗？啊，牧师来。牧师。牧师来，谁帮他扶着？来，你那个小姐，她要照，来。好，你们扶好啊、哦。左脚撑着，蹲马步。好。然后他下来的时候很轻，然后就扶着他前面，慢慢的往后倒下来就行了，不要怕。耶稣，我们来感谢你，让他这个肚子瘦10公斤，说下去，看清楚啊！说，哎，看到没有？说了，往侧照，说了，那边开始说了，你们看一个照一个，哎呦，你们都乱七八糟。站好，你负责这一个，说，你自己看，松掉了，自己来看，你们来看，是不是松掉了？来。看到了没有？是不是这里都松掉了？这里看，这个布开始松掉了，10公斤，停龙，瘦十公斤。那个有没有？那个牧师开始用，有没有？有，瘦，你说瘦多少？至少瘦3公斤，至少瘦3公斤。对呀，你瘦10公斤，10公斤，瘦，还有没有瘦？有没有瘦？有瘦多少？瘦多少？应该10公斤，应该有10公斤，他刚刚很胖，对不对？哦，觉得哈，哇，瘦下来，5、4、3、2、1 ，touch， 刚抹下来，倒，要倒，人家瘦了，你看他肚子完全。完全，你们自己看有没有？你自己有没有摸？有没有？你自己说有没有？有，我觉得一直在说哎。那你赶快躺下去啊！你要叫他去。感谢耶稣。我跟你讲哈，耶稣为什么要叫你们？有吗？有比较松吗？有，有超松，有腰酸。好，换加那个庭荣来讲。我只觉得，牧师说你要瘦。然后很奇怪，我自己肚子不知道怎么搞的，一直
一直被拉下去，对不对？一直缩小，一直缩小，在说，对对，一直在说，我觉得好奇怪，好奇妙。好奇妙，好奇妙！他自己讲，他自己一直说，一直说，一直说。你们看有没有瘦？有没有瘦？有没有？有有瘦哈？那原来的跟现在的完全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刚来的时候有点别。你有没有看到不一样？有。